子啊，你唔系上我机咩？点喺度嘅？佢叫我嚟揾你。边个佢啊？呢条绣巾原本系个古代嘅航魔人同佢妻子之间嘅信物。头先我无意中同佢发生一啲好奇怪嘅感应。 今日我要你葬身大海。海魔，有得放先。哇，听你咁讲，天宇真系好劲，唔怪之得做到海魔嘅宿敌啦。但我唔单止感应到天宇同埋海魔，我仲感应到你，所以我嚟揾你。关我咩事啊？其实我都唔知道。 呢度唔似香港喎，我觉得呢度好熟啊，系允莹啊，我曾经感应过允莹嘅回忆，呢度系700年前佢同天宇生活嗰个渔村。700年前嘅渔村，一定好古怪，小心啲。大头，你喺边啊？大头。 走，入去先。你留喺度，我有拉班村民，顺便玩大头佢哋，留翻嚟傍身。 小妈咪嚟咗啊！你点知噶？我想通知救人，但你唔知。呢一个系海魔嘅试炼。阿花，嗨，你点解喺度嘅？我要等嗰个男人，同你嘅经历好相似，都一样咁愚蠢。 七百年前，我遇到一个千载难逢嘅对手，我哋约好咗决一死战，但系嗰日迟迟都等唔到嗰个人嚟。原来喺出海前嘅一日，我哋打10年渔人都赚唔到咁多，海底一定仲有好多呢啲金银珠宝啊！你哋贪呢啲死人，迟早都会报佢哋口唇。废话。 我哋而家要杀咗你，再攞上金银珠宝，点解？动手！成日话海魔，根本从来都冇海魔。我只系天宇嘅敌人，天宇应该系我杀嘅。佢条命系属于我嘅，就系嗰班贪得无厌嘅凡人，佢枉杀咗天宇，害我苦等咗700年。你话？ 天宇系你敌人，咁唔通你系海魔特拉达？马贵，你就系天宇嘅转生，你就系我要揾嘅人。
真係你噶 ！Talasa 相信小馬係天宇嘅轉世，我哋就嚟個順水推舟，等佢覺得小馬就係全世界最強嘅降魔人。你已經控制唔到魔性，一定會再食人。過嚟我呢度啊，得我可以幫到你嘅啫。